参加我们考古发掘的那个人员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专业的考古队员有30余人，相关的这个科学技术人员有20余人，另外还有这个志愿者，这个有这个10余人，工地上的这个考古技工大概有100余人。这是我们发掘结束之后的一个场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我们已经发掘到了这个河床底部，然后我们发掘的发现的那些文物主要是在这个河床底部的沟槽里面发现。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这个场景，这个考古技工们正在清理这个河床。这是我们发掘的一个这个基本流程，包括有这个对文物的一个清理、拍摄以及这个保护，最后一个资料录入的一个阶段。下面我着重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考古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物。首先是跟张献忠本人直接有关的，他侧封妃嫔的金册，这是我们首次发现。这是张献忠铸造的西王厂宫的金币、银币以及大顺通宝铜币，这个是前面阶段我们已经发现。这是西王厂宫的金币以及币范，这个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对我们了解西王厂宫这种钱币、珍贵钱币的一个铸造工艺，甚至对于以后我们鉴别这种钱币的真伪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这个铭刻大齐国国号的银币，这也是和张献忠直接有关的文物，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字大齐眉州。除了这个张献忠本人的一些和他这个妃嫔的一些东西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和当时这个明政府以及明代藩王府有关的一些这个文物，就包括有这个金册、银册，以及金印。但这个有点可惜，这枚金印已经那个残损了。金锭以及这个明代的库银，上面一般都是铭刻的这个年号、重量以及这个人名以及地名。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发现的大量的这种金银首饰，这是其中的一件金手镯、金戒指，就是这个金银戒指串在一起的，发现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金耳环，这是这个金锭银角的这种发簪，以及这种镶嵌宝石的这种银发簪。下面是一些这个生活用品，金纽扣、银纽扣，这是金的顶针、银勺子、铜锁，这是铜的秤砣，这是银镜、铜镜，以及一些就是生活用品，就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有瓷杯、瓷碟，包括这种其实有这个大量的这种瓷器。这是一件那个铁制的这种那个高杆，就是应该是这个清场那种工具，这是我们这个发现比较数量比较多的这种文物。下面是一些这个我们发现的大量兵器，包括有这个铁矛、铁剑，这是剑啊，铁刀，以及铜剑足，复合兵器应该是一种叫铁钩枪。它既可以刺又可以勾。这是我们这次这个发掘发现的部分金册，就是发现的这个部分的西王厂宫的金币、银币，发现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兵器，以及有大量的这种碎银，
我想用以下几个字总结一下这个我们本次发现文物的一个情况。首先是这个数量大，因为目前我们发现的这个文物的数量已经超过这个30000件。另外就是种类多，刚才我通过我放的这些照片大家也可以这个看到，包括金银铜铁瓷几大类，每一大类下面又有若干的这个小类，加起有数十种。另外就是等级高，不光有这个和张献忠本人及妃嫔有关的这种文物，而且还有明代藩王府跟藩王有关的这种这个文物，所以说在国内此类文物也是极其罕见。另外就是时代长，我们现在发现的文物跟明代有关的，就是从明代中期的天顺朝一直延续到明代末期的这个崇祯朝，几乎发现了每一朝的这个文物相关文物。另外就是地域广，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文物北至河南陕西，南至两广地区，东至江西安徽，西到四川云南，涵盖了明代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当时我们在这里前几天在这召开了一次这个历史学家的座谈会。来参会的历史学家呢就认为，我们这次考古发现是在继明代定陵之后最为重要的明代考古发现，应该是一次世界级的考古大发现。接下来这个我讲一下这个我们工作计划。因为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本年度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接下来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这个我要讲一下。首先呢，那个在风水期，这个我们是这个没办法在现场工作。那接下来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室内的一些这个整理工作，就是对这个出土文物登记造册，以及这个编写一个发掘报告，把我们的一个成果啊向社会这个做一个这个发布。另外呢，就是对我们已经出水的这个文物做进一步的修复和保护。同时呢，联合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我们这些文物做进一步的深入的这个研究这是针对文物方面的。另外针对这个遗址方面我们要做些什么，首先我们对遗址做大规模的物探工作，寻找这个沉银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储集区。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在遗址的上游和下游开展这种系统的考古调查，为确定遗址的这个范围和明年也就是这个下半年，因为下半年的这个考古发掘区域提供一个这个线索。同时呢，我们要这个制定下一年度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这个考古工作规划因为我们的考古发掘不是说这个想挖哪儿就挖哪儿，想怎么挖就怎么挖，一定是有一个这个规划的这是我这个向社会和大家发布的一个内容，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刘天同的一个情况情况介绍。现在是自由提问时间，就媒体朋友所关心问题，你自由提问。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媒体机构。好，请提问。我把这个问题给你说讲两句，我先讲两句。你先讲，我先讲两句。好，这个3月20号，跟大家见过面。我们这次提问这种方式啊，还是采取3月20号的方式，因为我们觉得3月20号那也是活着的人的一块，所以第一个大家有问题尽管问，第二个呢，主要针对我来问，我觉得哪些问题，需要在座的各位先生女士来补充的话，那么我会安排。大家上午好，我是新华社的记者童芳。我想请教一下段院长，这次数量如此巨大的出水文物，下一步怎么研究保护？有没有考虑国际合作？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次有很多志愿者参与，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考古发掘做出了很大贡献。那我想请。志愿者谈一下感受，谢谢。我先回答你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考虑对外开展合作，甚至是国际合作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制定的有这个涉外考古的管理办法，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多年来一直在和国外的机构进行考古，我想对江口水下考古这个遗址面积大，我想影响也非常广，在国内已经有北京、成都、广东、陕西甚至上海这样一些地方的一些机构、科研机构和专家已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的已经在工地上开展了工作，那么有的是专程来考察过。我们考古发掘研究，我们也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国内的国外的我们都欢迎，但是我们考察了以后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合作的这种共识，那么我们会报上级部门，那么涉外的国外的如果和国外境外的机构联合的话，要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至于研究，我们会召开一些学术讨论会，甚至包括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想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考古调查或者发掘，境外的国外的，只要国家批准了，我们就可以实施。这是国际机构工作的问题。至于说这个志愿者，刚才我们领队之一的刘队长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前段时间的新闻也说到了，说我们经过这个网上这个招聘公开招聘，有1000多人报名当志愿者，由于工地的容量有限，还有呢，我们也有很多比较专业的
比较严格的要求，最后录取了有十多笔，刚好这儿就有一个志愿者在台上，我们好像就想到就大家对志愿者感兴趣啊，我们有一个女的志愿者叫高雪阳，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来当志愿者，当志愿者有什么感受？谢谢高院长，然后我非常荣幸然后参加这次科普发掘的志愿者。是这样，我是来自北京，然后本科在中央美院读美术史，然后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读考古。看到了这个网上的消息以后，就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有兴趣，然后而且这个老师们以前我也来过四川，都是考古界的大咖，然后非常敬仰，所以就报名了这次就是志愿者的这个活动。当时还是非常忐忑，觉得会不会就是落选，但是后来还是非常幸运的来到这儿。然后那个包括我国外的一些同学啊老师啊都非常的羡慕我，可以说是我也跟他们保持着非常就是密切的联系。他们听说这个考古遗址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成果吧，可以说是然后就觉得也是非常的激动，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然后特别的羡慕我。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这个高雪阳哥哥是十多个志愿者当中的一个啊，但是他是自己录取了以后自己买机票啊来的，真正的志愿者。好啊，大家继续提问。好，这个来自画画的。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呢我想提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是我们2016年到2017年度也是本次发掘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取得了非常丰硕的一个成果。在之前的多次发布会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有金册有银锭，特别想问一下在此次的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因为之前我们获取到的信息是我们这个发掘还将继续，而且呢核心区还没有确定，还有很多未知和未解的地方，那您觉得在此次发掘过程当中您觉得最有遗憾的地方是在哪里，还没有哪些东西没有出水，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哪些东西能够重建，能够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观察，谢谢。正如你所说的，就是这次发掘呢是我们第一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就出水如此多的文物，这个是我想在国内外都是罕见啊，特别是贵金属的文物，而且是在水下啊。但是呢这个由于它是在水下啊，它的遗址的特殊性，我们第一次这个水下考古江口遗址的，我个人认为我们考古队员事实上我们是第一次，也是视觉性质，就是想确认它是不是江口之战的战场遗址，第二个究竟有多少啊文物，就是主要是这两个，这两个问题如果达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视觉，我们就圆满。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我们召开的这个考古文物历史专家的座谈会来了，大家也一致认为这一次水下发掘非常非常成功。但是由于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的局限，你要让我说
有什么最遗憾的，我就觉得工作时间短，但是这也是没办法，他只有头一年的11月份和第二年的4月份，那么这四个月的时间，我想如果这是在目的上，我想我们工作时间会长一些，准备的充分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这是一个目的上的因素，大概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能跟我们，所以遗憾和意外，意外的惊喜都混在一起，那么作为一个水下的人，我们一旦确认它是一个因素，确认它有东西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希望，最希望最应该做的事儿，不是说马上再挖到很多很多东西。作为考古工作，它是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现有个遗址，找到了遗迹或遗物以后，我们就要确定，接下来就要确定这个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西南北的界限在哪里，这第一。第二，这个遗址这东西南北四周边界找到以后，我们就要确认它的文物的分布范围，文物的分布规律。好像上一次我也讲到，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核心区，是不是核心区的边缘，或者是不是非核心区，现在还无法确认，只有更多的调查，更多的研究。那么所以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呢，也得经过充分的认证，然后要报上级，甚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以后才能执行。很多专家来看了以后觉得出水的文物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大家既然是个暂存遗址，比方说有人希望，有专家希望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能不能找到暂存的遗迹遗物。第二个，能不能出水更多的物窍，以及除了这个金银以外的其他的生活用品，等等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根据这个第一年的工作来看，我们觉得考古，不是我们觉得，所有的考古遗址，像这种级别高、分布大的考古遗址，下边来再要出任何东西都是可能的，有可能我们想到的、我们没想到的一些遗物都还要，只要继续工作都会出来。我想我们跟你们一样很期盼，也值得等待，但是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学术研究就是这样，有可能一个大的遗迹也可能下一次就能发掘，有可能要多年以后才能发掘。好在这个遗址已经确认了，那么我们好好的保护好它，慢慢的做工作计划我想还是那句话，未来也值得期待。你要让我说有什么最遗憾的，我就觉得工作时间短，但是这也是没办法，他只有头一年的11月份和第二年的4月份，那么这四五个月的时间，我想如果这是在目的上，我
我想我们工作时间会长一些，准备的充分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遗嘱，大概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能跟我们。哦，这遗憾和意外，哦，意外的惊喜都混在一起。啊，那么作为一个水下遗嘱，我们一旦确认它是一个遗嘱，确认它有东西以后，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啊，不是说我们希望，最希望最应该做的事儿，不是说马上再挖到很多很多东西。作为考古工作，它是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现一个遗址，找到了遗迹和遗物以后，我们就要确定，接下来就要确定这个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西南北的界限在哪里。这第一。第二，这个遗址这东西南北四这个边界找到以后，我们就要确认它的文物的分布范围、文物的分布规律。好像上一次我也讲到，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核心区，是不是核心区的边缘，或者是不是核心非核心区，现在还无法确认，只有更多的调查，更多的研究。那么所以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呢，也得经过充分的认证，然后要报上级，甚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以后才能执行。很多专家来看了以后觉得出水的文物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大家既然是个战场遗嘱，比方说有人希望，有专家希望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能不能找到战船的遗迹遗物。第二个，能不能出水更多的步枪，以及除了这个金银以外的其他的生活用品，等等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根据这个第一年的工作来看，我们觉得考古，不是我们觉得，所有的考古遗址，像这种级别高、分布大的考古遗址，下边来再要出任何东西都是可能的，有可能我们想到的、我们没想到的一些遗物都还要，只要继续工作都会出来。我想我们跟你们一样很期盼，也值得等待，但是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学术研究就是这样，有可能一个大的遗迹也可能下一次就能发掘，有可能要多年以后才能发掘。好在这个遗址已经确认了，那么我们好好的保护好它，慢慢的做工作计划我想还是那句话，未来也值得期待。那以前我们都一直认为这个地方是张献忠这个存营的地方，那么究竟它是存营的地方、沉船的地方，还是叫真正的是战场遗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梁县的梁书记，那么作为彭山在这个地方出土了这么多的文物，那么彭山也有打算说要建一个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根据目前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博物馆什么时候能够建？它将建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谢谢。好，首先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媒体的各位，因为
因为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让铜山今年成了咱们全中国甚至世界眼光关注的焦点。所以今年上半年除了抓好发展工作之外，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要与慕名而来的各方面的学者、关注者一起来看这个考古的现场，提升了铜山的知名度，把这个铜山的影响扩大了出去。那么刚才我们这个谢谢啊，继续提问啊，各位同意夫人来试要话筒。大家好，我那个主持人，我是那个中心社的记者。我是那个来自中心社的记者，我是刘忠俊。就是对江口城银这次的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啊，我看也特别的多。那么这是以前我们对了解江口城银这个呢，也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知识。因为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高院长也提到了，这是一个战场遗址。那么以前我们都一直认为这个地方是张献忠这个存营的地方，那么究竟它是存营的地方、沉船的地方，还是叫真正的是战场遗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梁县的梁书记，那么作为彭山在这个地方出土了这么多的文物，那么彭山也有打算说要建一个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根据目前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博物馆什么时候能够建？它将建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谢谢。好，首先，在这里哈，非常感谢我们媒体的各位，因为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让铜山今年成了咱们全中国甚至世界眼光关注的焦点。所以今年上半年除了抓好发展工作之外，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要与慕名而来的各方面的学者、关注者一起来看这个考古的现场，提升了铜山的知名度，把这个铜山的影响扩大了出去。那么刚才我们这个中心社记者的这个问题。中心社记者的这个问题，我想谈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张献忠成银城堡这件事情在铜山由来已久，人民群众非常的关注，围山铜山人民一直坚信这里就是蕴藏宝藏的地方，终于呢大白于天下。在挖掘开始之后，陆续出土了很多文物之后，我们国家文物总局省委省政府、市委眉山市委市政府和铜山区区政府都召开多次的现场会、专题研究会，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来确保本次的挖掘有更好的成效，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随着这个汛期的到来，本次的挖掘就将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下一阶段我们做什么工作呢？主要做以下几方面。首先一个，要做好已经出土文物的安保工作。文物呢是世界和中国人民共同的财富。文物从地下展示出来以后，即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采，同时也给它增加了风险。所以如何把这些文物更好的保护好，让它不流失，很安全，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在充分考虑一下。请大家放心，一定会把这些文物，包括我们已经追缴的文物，一定会保护好，将来会用一种完美的呈现。第二一个工作呢，就是做好我们文物挖掘区这个保护区的这个遗址的保护。当时高院长给大家之前在通报过，刚才也讲。整个的文物保护区范围是100万平方，那么本次只开发了2万平方，那么随着这2万平方的开发，可能我们还会重新对这个地点，但是大部分的区域就是在我们铜山的这个现代挖掘现场的这个周边，所以现在区委区政府已经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对河道内以及河道外做了规划管控以及安保的管控，确保了我们通
通过我们国家正规的这个挖掘，来使这些文物得到保护，防止这些大火对文物的破坏。这第二个，第三个工作就是在做好配合做好我们文物的学术价值建立工作。前期已经来了有两批次的专家，第一个批次呢是博物馆考古方面的专家，来的很多是国内知名的来现场参观，并且对这些文物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学术的研究讨论。然后第二批专家主要是对明朝历史文物方面的专家也来了很多，也是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论证。然后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学术的这个专业人士会到这里来。刚才有些同学提到了，是从国际的合作。那么我想，这么一个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一定会很多学者会兴趣，将来也会让他做一个准确的学术价值的鉴定。这个我们同山要做好这个工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中心社所问到去关注的，就是下一步的它的展示展成。那么展示展成呢，给大家报告，就是我们已经和国际国内的四家顶级的做博物文物展成，应该是非常专业的绘画策划公司已经做了前期的接触，包括今天这个会还和他们进行一个谈判。那么我们将开始做一个规划和博物馆的前期的策划和规划工作。我想随着这个考古的逐渐的深入，那么我们的博物馆也建设会逐步加快，争取在年之内让我们这个博物馆把它建好，成为四川省的一个标志性，全国的一个标志，让这些珍贵文物能够更好的展示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在做其他的一些更加依托于文物更加有趣味性、有旅游性质的一些项目的开放，包括也和我们国内最知名的、著名的拍这个牡丹彩的这个一些导演在做一些接触，而且一些将会未来也可能会同步给大家展示一场水上大战的实景演出。好，就给大家这样一些建议。好的，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请那个我们考古队员李飞。那我就那个中心社记者的这个问题，我来进行回答。您刚才提到，就是它到底是一个战场形式，还是说城邑？据我个人理解呢，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可能有一定的差别。如果是战场形式呢，它肯定是因为打仗战败之后的这样的一种被动性的行为；那城呢，可能就是因为主动的，它用这种埋的、保存的这样的方式进行一种处理。那从就我们现在的一个发现而言呢，我们认为呢，它应该是。它的这个遗址的性质应该说是一个战场遗址的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就文献方面，也是在文献上记载比较清楚，就是在江口这个地方，张献忠沿江而下和明朝的将领杨展发生了一场战争，然后战争的地方就在这个地，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记载是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基于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刚才我们在那个 PPT 上也看到了，就在这个遗址当中发现了很多的兵器，包括有矛了、剑了，还有那种复合型的勾进器。这个呢，应该都是作为战场的这样的一些直接的证据。当然，为什么可能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是城营还是说是战场遗址？因为这个关于张献忠的城营有很多很多种说法，包括在锦江那个地方。说他怎么样挖了一个坑把炮埋进去，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就目前的发现和我们的初步的研究来看，应该是它的性质应该是一个战场的遗址。当然呢，我们因为现在也是发掘，可能刚刚马上现场发掘要结束了，我们也会转入到室内整理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也会就这些目前发现的这些文物还有这些遗迹的遗痕再去充分的分析，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性质。我想下一步，我们也会就这些发现再做深进一步的研究。好，谢谢。注意一下，你会说的，原来江口人类遗址发掘以前，有一些专家也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是白蚁，张家有主动在这儿白蚁。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地方也不是，既不是埋人处，也不是战场人处。但是，前段时间我们召开了这个历史学家的一些研讨会，这当中有坚持以前认为这个地方，不是江口之战的，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白蚁的，来看了看了出水的东西以后，据我所知，他们的观点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现在我接触到的历史方面的专家，都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江口之战战场遗址。这些下面的东西就是战争打败以后传承下去。现在根据我们国在水下分布的规律来看，它也不是有意的集中的埋藏。好，谢谢。好，继续提问。好，继续来。你好，我是成都商报的记者江英。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一下高院长。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发现在这次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一个破损的金印，这个破损的金印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些更详细的，比如说它是哪个年代，它是否是张献忠的文物，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那个彭山区委书记梁先生，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个文旅相结合那个江口城印遗址给我们彭山带来了很大的关注，下一个阶段我们彭山有没有就是继续借江口城印遗址这个关注度来提升，来对我们整个彭山的城市形象啊，或者说各个方面做一些综合性的提升，谢谢。好，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刘子野先生。你好，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发现的这枚这个金印，我可以这个非常肯定的告诉你，这只是其中的一块，因为我们还发现了其他残损的金印，现在正在这个拼合修复当中。因为它这个现在印面上只有一个宝字，所以现在从印面上来提供的这个证据，我们无法回答你是不是张献忠本人的，或者是他从张府抢来的。但是从他出水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有被切割过的痕迹。如果是他本人的金印的话，它应该不会随意损坏，所以从目前的这个证据来说，我们更倾向于这枚金印是张献忠从三王府接着来的。现在只能给你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回答，至于下一步会不会拼合起来有其他的字在里面，究竟是哪一个三王府的东西，都要等我们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好，谢谢。好，谢谢商报的关注啊。这个张献忠的这个城营的挖掘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哈两个重大的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呢，让我们对过去的传说，现在呢有了更加充分的底气，它就是一个有历史有价值的这样一个所在地。第二一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如何把社会的关注，把文物的价值充分的展现。比这个多，有可能数量比这个少。整理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对有一些残的，比方说进行拼合，比方说一件器物拉成了两半三半，它拼合以后就是一件。我们是按考古学的统计方法，我们统计到了
它也是上万件。至于你说隔有多少呢？恐怕也不好记。我告诉你吧，据我的了解，啊，我也是这样记的。金册、银册数以十计，啊，金币、银币数以百计，金器数以千计，银器数以万计。好，明代的两肯定不是今天的两。中国的度量衡历史上它是变化，好，汉代的一斤和唐代的一斤，好，汉代的一次和明代的一次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那个五十两是上边铸造所当时的计量是五十两，啊，怎么换算？方面有度量衡方面的，啊，研究成果。是啊，我们啊，我们称过都一样，啊，我说是五十两的都一样，大概都一样。啊，现在的多，现在是一千五十两，一千八，一千九百，啊，对，好吧，好，好，继续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我们知道那个西王赏功这种钱币在收藏界，是很珍惜、很稀罕的一个事。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个西王赏功的这种文物，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包括数量啊，还有这种。陈同志吧。这个我刚才回答了，第一个数量说了吧，是不是？啊，那个就是数以百计的话，它是完全都是完好的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希望上工具。还在有的还在继续清洗清理。啊，这个是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现这种希望上工的这种。其他，从来没有。这是水下考古时期还在发现，没有。就关于希望上工这种，我们也是第一次。啊，我们也是第一次。这是文物出土规模最大的一次，就关于这。这就是从考古科学发掘来说，这是第一次，所以说也不存在最大最小，对不对？我跟其他地方的水下考古相比，它出水文物的数量也最大，但是其他地方南海、南澳好像都没出西王赏功。这个。好，继续，还有没有提问的？啊，那位女士，话筒。我想请教一下高院长，还有各位老师，就是这一次，令您们最兴奋的一次发现的文物是什么？还有说级别特别高嘛？那级别最高的是什么文物？就这两个问题，谢谢你。就是第一个是那个最令您们兴奋的文物是什么？就是级别最高，你不说级别很高嘛？那在这些文物当中，级别最高的是哪件文物？这个问题，我们四川人见识比较少，看见什么都兴奋。我觉得水下考古中，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中心的周春水啊队长，他也是我们，他是见过世王的魏王，我他都兴奋的，我估计大家也会跟着兴奋，好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是主天才，你来回答一下。我最喜欢。我是。这是怎么讲的？这个，这是还是那个营养吧，是这样子。兴奋这个词儿，高兴，就是高兴。反正不管怎样，实际上就是如果换成高兴，还是能够理解的，能够理解的。因为这个意思，不管怎样，从它能够进行化解，能够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最后能够证实这件事情的真相，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因为所有的文物都是很高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较特别的地方，那您觉得比较特别？我觉得灯还可以啊，你看连那个金册也是第一次发现是吧？那个银锭子，以前在博物馆见过，但是你现在可以拿手拿着手上来看，还有那个五十两银锭是吧？还有很多那种明朝的那些老百姓用的金首饰是吧？还有西方赏铜的，这都是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都是挺高兴的。而且他们证明那个张献忠在这边，说还有一个成语，一个是战败，战败的成语也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春水先生是一个专家，我们考古专家，实际上对每一件出水的、出土的标本，都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对待它，我们江口沉银遗址30000件出水文物都珍贵，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确认这个遗址是一个江口之战战场遗址，就是有30000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所以它不是有哪一件。哪几件哪一类哪几类来说明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们想象如果在成都府南河有人在水里边一不小心掏出来一个金册，大家觉得很兴奋但是由此能不能确认那个地方就是江口之战的战场，恐怕不一定。所以我们是30000件出水文物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不但完整，我今天要说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证据链完美的一个证据链。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对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标本、出土物、遗迹，甚至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到了我们国家机构，到了我们四川人见识比较少，看见什么都兴奋。我觉得水下考古中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中心的周春水队长，他也是我们，他是见过世网的魏王，他都兴奋了，我估计大家也会跟着兴奋，好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是水先生，你来回答一下。我最喜欢。这个问题，这是怎么讲的？这是还是那个银两吧？是这样子。兴奋这个词儿，高兴就是高兴，反正不管怎样，实际上就是如果换成高兴来说，能够理解的，因为这个遗址不管怎样，从它能够进行挖掘，能够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最后能够证实这件事情的真相，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因为所有的文物都是很高兴。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您觉得比较特别？我觉得灯还可以啊。你看连那个金册也是第一次发现是吧？那个银锭子，以前在博物馆见过，但是你现在可以拿着手上来看，还有那个五十两银锭是吧？还有很多那种明朝的那些老百姓用的金首饰是吧？还有西方赏铜的，这都是以前没见过的东西。这个角度来讲，肯定都是挺高兴的，而且他们证明那个张献忠在这边，说还有一个成语，一个是战败，战败的成语也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春水先生是一个专家，我们考古专家，实际上对每一件出水的、出土的
标本都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对待它。我们江口沉银遗址30000件出水文物都珍贵，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确认这个遗址是一个江口之战战场遗址，就是由30000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所以它不是由哪一件、哪几件、哪一类、哪几类来说明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们想象，如果在成都府南河有人在水里边一不小心掏出来一个金册，大家觉得很兴奋，但是由此能不能确认那个地方就是江口之战的战场遗址，恐怕不一定。所以我们是30000件出水文物，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不但完整，我今天要说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证据链，完美的一个证据链。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对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标本、出土物、遗迹，甚至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到了我们国家机构，到了我们考古队手上的东西，都不进入流通。里面有专家提出，就是说张献忠当初可能是驾着船，然后到这儿有船队，他的随行的军队的辎重这些东西可能在船队里，然后现在挖掘出来的银锭啊、银锭啊那些东西财宝的话，可能跟他可能需要用来支付军队的军费啊各种比起来的话，可能只是九牛一毛哈。那对于未来的这个发掘的期待，您就是具体的一些期待，或者说您希望能发掘出来的更多的东西能够支撑，更完美的支撑说这是确定是江口战场的遗址的有什么呢？对，我可以说吧，我刚才说了，刚才司长我已经说了，第一个，我们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挖到就是文物，我们考古发掘还要找这个遗址的范围，这是未来的。先确定，如果范围都没确定，怎么保护？你都不知道怎么保护，你开放利用，恐怕也困难。一般一个遗址发现以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它可能今后根据考古成果来确定的保护范围，我今天的保护范围一般说来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变大的可能性，在我们既往的遗址当中，很多遗址变大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也有变小的。第一，第二，我个人觉得今天到今天为止的发现已经足以支撑它是一个战场遗址，完整的完美的证据链。当然这个完整的证据链当中，我们还可以多加一些环节，就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完美、完整，它是相对的相对的，是今天工作投入的经费、投入的时间来看，我们觉得是完整完美的。随着新的发现，我想，这个我们希望，考古有时候不是你希望它出什么，它就出什么。我们考古工作者今天都在研究青铜器，明天有可能去研究中医。比方说成都出了医书，今天在研究地下，
说不定明天就研究天文，比方说马王堆，哦，就出过战国的书，出过汉代的天文书，但是出水以前想象都不敢想象，有很多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只不过说我们根据我们今年这短短不到100天的试局，我们凭我们的工作的经验和初步的了解，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影子还有很多一进一步，我们应该去进一步的发掘，进一步的了解，啊，进一步的。你们刚才看见的，就以前看见的是一个很纵向的一个分布。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们也去做了一些横向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没做到，也没做到。啊，所以说未来的工作还很多，希望明年、后年，如果上级部门批准我们的工作有成果，我们再来通知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如果我们在整理过程当中有什么新发现，有什么新成果，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分享。啊，考古的成果必须共享，何况这是四川重庆1亿3000万人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好吧？好，这个谢谢高院长、梁书记以及几位，对我们记者朋友关切的回应。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等会儿呢，这个这样子，我跟他苹果通话会结束以后，他到仪楼乘车参加仪楼采访。当那个考古院还给大家挑选了部分那个精致的文物供大家拍摄，时间大家控制在7-8十分钟以内。拍摄完了以后呢，当乘车返回酒店，在5楼用午餐。好，谢谢大家。啊，今天新那个通话会到此。我们现在要去看文物了。哎。这个原来本来没有安排去遗址现场，现在有一部分媒体说还没去，还想看一看接收的成果，我们所以说特别的做了一些布置，请大家去以后呢，还是有一个要求，不要下去，就在我们南起来的范围之内，好，大家看，好吧，大家看。好，谢谢大家，这个会到此结束。马上啊。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可能画面会有一点抖动和信号会有一点点影响，因为我们马上要下电梯，去坐车去前往去看这个江口遗址出土的文物，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中午在5楼就在，自助餐，大概1小时时间。我就只拍一点，是在1楼，就是外面。反正讲到有啊，你去哪里看？对，这次呢，我们这个成果的通报会也给我们准备了，就是给展出了一些这次出土的一些文物。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投入的经费、投入的时间来看，我们觉得是完整完美的。随着新的发现，我想，这个我们希望，考古有时候不是你希望它出什么，它就出什么。啊，我们考古工作者今天都在啊研究青铜器，明天有可能去研究中医，比方说成都出了医书。今天在研究地下，说不定明天就研究天文，比方说马王堆，就出过战国的书，出过汉代的天文书，但是出水以前想象都不敢想象，有很多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只不过说我们根据我们今年这短短不到100天的试局，我们凭我们的工作的经验和初步的了解，
我们觉得这个椅子还有很多一些遗物，我们应该去进一步的发掘，进一步的了解。好，进一步的，你们刚才看见的，就以前看见的是一个很纵向的一个分布。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们也去做了一些横向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没做到，也没做到。啊，所以说未来的工作还很多，希望明年、后年，如果上级部门批准我们的工作有成果，我们再通知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如果我们在整理过程当中有什么新发现，有什么新成果，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分享。啊，考古的成果必须共享，何况这是四川重庆1.3亿人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好吧？好，这个谢谢高院长、杨书记就是几位，对我们记者朋友关切的回应。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等会儿呢，这个这样子，我跟他苹果通话会结束以后，大家到仪楼乘车参加记录采访。当那个考古院还给大家挑选的部分那个精致文物供大家拍摄，时间大家控制在7-8分钟以内。拍摄完了以后呢，当乘车返回酒店，在五楼用午餐。好，谢谢大家。今天新闻的通话会到此。我们现在要去看文物了。哎。这个原来本来没有安排去遗址现场，现在有一部分媒体说还没去，还想看一看接收的成果。我们所以说特别的做了一些布置，请大家去以后呢，还是有一个要求，不要下去，就在我们南起来的范围之内。好，大家看，好吗？大家看。好，谢谢大家，这个会到此结束。马上啊。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可能画面会有一点抖动和信号会有一点点影响，因为我们马上要下电梯，去坐车去前往去看这个江口遗址出土的文物，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中午在5楼就在，四处在，大概几号时间？我就只拍一点，是在1楼，就是外面很快的。可能讲到有啊，你去哪里看？对，这次呢，我们这个成果的通报会也给我们准备了，就是给展出了一些这次出土的一些文物。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前往这个现场看一下这次出土的一些刚才在我们。然后给的海洋博物馆好，现在我们已经上电梯了。车呢，就是去往看文物的车，就在一楼，马上。快走，第一。要你来了？我还以为你派实习生来的呢。没有，我们现在没实习生。不像你们还多说人家了。我自己就实习生。哎，你们不去什么遂宁了吗？那个回来了噻。他那个在哪里拍啊？就在1楼吗？还在哪里？不是去现场。没有，现场是一部分人去的。啊？不让我们去啊？你不热呀？还是那么多的？啊，现在我们已经到1楼了，现在我们要坐车去现场。那你拍两张照，给我发照片就完了。是吧？你是谁？去了多，到时候多拍几张啊。今天
我们四川眉山彭山的天气也特别好啊，阳光明媚。你帮着有没有东西？没得，没得，不懂。你把你爸娶了。好。那走吧，不走，不走，不走。来，我们下山。我这五两套是。应该走山了。你这个袋子也太短。哎，你可以放，可以。快把这个手给我，快！三号车是哪个？哪个三号车走吗？在这儿得了。车程要多久啊？大概？你也这样做吗？二十分钟。好的。就这样做，没事。就这样做。羊汤没有？顾不上，羊汤。好，各位网友，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现在我们这个江口沉银遗址的通报会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要去现场看咱们江口遗址出土的出水的，应该叫出水啊，出水的一些文物。刚才我们的院长还有一些专家都已经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也认真回答了我们各位媒体记者的提问。各位网友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互动。这一次我们专家介绍哈，这一次我们出土的，大家看到我们江口遗址的这个应该算是 logo 吧，来看一下，能看到吗？对，这个呢，西王赏功的这个金币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江口遗址出土。啊，那有一个呢，然后这两个嘛。好，我都是看他，没看到他。我以为他跟我一起下。好，现在已经车子已经发动了，我们马上要去现场。他还没有上，我上了一次电梯的时候他没上。你上的那个他没有上吗？哎，这个我上次。哦，那行，我在三号车这儿。哦，他已经上了吗？嗯。好。不送了吗？没有。好，在我们去往现场的途中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成果通报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咱们本次呢发掘是在四月，就第一阶段的水下考古发掘已经在四月十二日结束了。这次发掘呢一共是有文物有三万多件，而且我们初步发现了直接与张献忠他当时建立的大西国相关的一些文物就有上千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大家在我们之前的一些报道当中也看到，就是非常出镜率特别高的那个金色的像钱币一样的东西哈，上面就写的是西王赏功。可能外地的朋友不太清楚，特别是我们四川还有重庆的普通市民，可以问一下家里的长辈啊，他们都会知道有一个这个传说哈，张献忠的江口沉银的历史传说。当然这个沉银的地点也是众说纷纭，有很多甚至史学界呢有很多专家认为呢，就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可能不存在这样一个沉银的地点。那从去年从今年到现在四月十二号的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已经完完全全证实和确认咱们江口沉银遗址的和张献忠的关系，可以说是已经破解了我们历史上
的这个一个很大的这个谜团。刚才我们在刚才通报会的直播当中呢，也说到我们眉山市彭山区对这个江口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它后续的保护的工作也比较重视。现在车马上要发动了啊，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哈，大家可以把评论发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不会等很久啊，不会等很久，现在车已经发动了。现在车已经发动了。六个领导位置是要那个啥子？你就是领导噻。我啥子领导？你咋不是呢？应该是左边那个位置，刘老师，这个位置。没得问题啊，我开，我本来我有驾照，我要是 A 照。这你们敢坐噶？有啥子？嗯。本来是我敢坐。我是 A 照，先说清楚，你们也不用担心，是有执照的，不是无证驾驶。每年都还去体检。发完了？你又发完了？没有啊。照片拿到没有啊？没有。没得位置到。那我等你传给我嘛，正好。哎，都可以，我多方的那个，我主要是不晓得今天可以拍照片，然后我们摄影都已经被子蒙困了，前两次马上要出发了，马上要出发了，耐心等待一下。好，司机已经上来了。小 K 是，多谢多谢。喂，谁？赶紧上车！这边赶紧找个空车，有位置赶紧上。后面后面那个是全位置。啊？后面那个全有位置。后面还有。这个车，这个车是。还有。也没得好远的，几步。姐，你们又没来是吧？往天都来了，人又不来了。哎，主要是往天那个照片都不给人家用噻，又没拍到文物的照片，就来了划不着。我还高档点儿噻。就凭你跟高院长的关系，我和他没得啥子关系。往现场的途中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成果通报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咱们本次呢发掘。是在四月，就第一阶段的水下考古发掘已经在四月十二日结束了。这次发掘呢，一共是有文物有30000多件，而且我们初步发现了，直接与张献忠他当时建立的大西国相关的一些文物就有1000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大家在我们之前的一些报道当中也看到，就是非常出镜率特别高的。那个金色的像钱币一样的东西哈，上面就写的是西王赏功。可能外地的朋友不太清楚，特别是我们四川还有重庆的普通市民，可以问一下家里的长辈啊，他们都会知道有一个这个传说哈，张献忠的江口沉银的历史传说。当然这个沉银的地点也是众说纷纭，有很多甚至史学界呢有很多专家认为呢，就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可能不存在这样一个沉银的地点。那从去年从今年到现在4月12号的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已经完完全全证实和确认咱们江口沉银遗址的和张献忠的关系，可以说是已经破解了我们历史上的这个一个很大的这个谜团。刚才我们在刚才通报会的直播当中呢，也说到我们眉山市彭山区对这个江口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它后续的保护的工作也比较重视。
现在车马上要发动了啊，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哈，大家可以把评论发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哇塞，不会等很久啊，不会等很久，现在车已经发动了。现在车已经发动了。留个领导位置是要那个啥子？我啥子领导？你咋不是呢？应该是左边那个位置，表示。哪个位置？不懂你啊！我开，我本来我有驾照，我是 A 照。这样你们敢坐噶？有啥子？本来是我敢坐。我是 A 照，先说清楚，你们也不用担心，是有执照的，不是无证驾驶。每年都还得体检。发完了？你又发完了？没有啊。照片拿到没有啊？没有。没得位置到，那我等你传给我嘛，正好。不可以，我多方的那个，我主要是不晓得今天可以拍照片，然后我们摄影都已经被整崩溃了，前两次。马上要出发了，马上要出发了，耐心等待一下。好，司机已经上来了。小 K 四，多塞多塞。谁赶紧上车，这边赶紧找一个空车，有位置赶紧上。后面后面那个是全位置啊，后面那个全有位置。快点，也没好远的，几步。姐，你们又没来是吧？往天都来了，人又不来了。哎，主要是往天来了，人家都照片都不给人家用，是啊，没拍到文物的照片，就来了划不着。外高档那儿噻。就平地跟高院长的关系，他跟我和他没得啥子关系。这个是领导重视的问题哈。群区群区啊，领导重视的问题。把声音关了才行，是吧？关上。哦，你把声音关了。我现在没法看。不要要声。没法看，好像是电信。对对对对对，啊！不，他是今天整的神神秘秘的，噶，我也觉得没得别人不一样的。你反正都要对外的，你有啥嘛？他把你把穿起走了的嘛？你说哪个有机会穿？哎，你还真别说，我还真怀疑。哈哈哈哈哈！五小人切得多，五小人穿没穿？没有啊，我没有啊，我只是上次跟着你。我听到说那儿啥子少了一个啥子金耳环哈，真的啊？是不是被你揣起走了哈？啊，幸好我没，幸好我没穿耳朵哟，天哪！回去如果他同意了的话，应该没问题。在成都开了几个车了？哇！师傅，你看今天这个。现在我们已经发动了，要前往现场看我们这次那个江口沉银出水的文物。
我看到很多评论当中网友在问，就是接下来的一些工作哈。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马上要到夏天了，夏天来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闽江的汛期。那汛期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所有的文物都是在这个江底，所以汛期的时候是不利于这个挖掘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的院长，刚才的高大伦院长也介绍说，我们后面将会对这第一阶段出土的一些文物进行清理，还有进行研究，这是接下来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哈。这一次咱们的考古发掘工作呢，一共前前后后历时有3个多月，就像我刚才说的，随着水位的逐渐提高，因为现在呢，因为我们之前也报道过这次的活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到现场之后也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水位呢也在慢慢的在上涨了。这一次的考古发掘的面积呢有2万多平方米，出土的文物有3万多件。大家耐心一下啊，马上就到了。有外省的朋友知道这个三苏祠吗？三苏祠是位于眉山哈，离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很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彭山，彭山呢是属于这个眉山，眉山的区。接下来他要垒多的嘛，都没这次考古发掘的也是就是很多吸引了很全世界的一个目光。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采访车，就是这个专门运媒体的车，我数一下都有1、2、3、4、4辆，四辆车塞得满满当当的。刚才我们的高院长也给我们讲说，在接下来对这些文物的清洗和研究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发现，也会及时通知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后面一系列的后续报道。对，外地的网友呢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四川的美景，欢迎你们到四川来旅游，来工作，来定居。其实我本人哈，其实最感兴趣的是一些当时这次考古发掘当中发掘的一些民间的一些首饰，因为这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朝的时候，当时的民间的一些风俗啊，他们的文化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发布会上面有一些非常精美的耳环，还有手环，手镯，这些东西我觉得上面的花纹啊，还有整个的造型都特别的美，他们呢也能够体现咱们中国最传统的东方的美，东方的艺术，这个是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而且我们刚才在发布会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位志愿者，他是这个本科的时候是中央美院的，我估计他应该，我猜想的哈，他应该也是对这些明朝的时候，咱们古代的时候一些这样的艺术的造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桥上，马上就要到现场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左边呢，就是闽江。现在最多是还有差不多几百米的距离就到我们这个江口的沉阴遗址的现场了。大家看到这旁边呢都有牌子了，江口镇。这个地方呢在170多年前当时是发生了，快到了快到了，现在已经到江边了哈。Thank you.
你们看现在画面左边的用蓝色的围栏围起来的地方，就是当时考古水下考古发掘的现场。待会儿能不能看到我心心念念的那些来自民间的明朝古代民间的一些首饰呢，一些手镯耳环这些东西，看能不能看到。好，已经到了，我们马上要下车了，我们已经到了。好，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现场了，我们马上要去看到文物了哈，已经下车了。大家，谢谢大家一直还守在我们的直播的镜头前面哈，马上就可以看到文物了。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江口的现场，考古的现场。江口镇特别漂亮哈，是我非常有代表性的咱们四川的一个村镇，一个乡镇。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眉山市彭山区。现在大家看到左边这个打围的呢，就是里面就是岷江。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包放一下，这是放那边了，放在那里也可以。带了包的走到架子上。那个包呀，不是那个吗？不是，放在这个。大家那个带包的统一放这儿，然后不要手摸文物啊。不能手机找，手机不行。不能用手机找，我是智能的，智能用相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沉银水下考古的现场。大家现在看到呢，就是银锭子。哇，我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这是当时明朝的时候的银锭子哈，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头戏。哇，现在大家看到了吗？已经。画面当中的就是当时出土的，就是这次出土的一些首饰。哇，这些首饰太精美了。来，直接。多介绍一下。那个，我们说那个，我们的。各位媒体啊，这个我们现场这个参观的这个时间是这个15分钟，然后电视媒体如果需要拍现场的话，可以现场拍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参观完之后，这边有一个这个集中采访，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们有大概有几个工作人员可以接受大家采访啊，这样一个时间安排。希望大家就现场。这次是展出的一部分。有问题可以提问哈。
声音有吗？声音有没有？尤明林，声音有没有？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有啊，那个老师，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应该说是三万件中间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吧？啊，没错没错，这只是这个啊。现在呢？开了吗？喂，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话，应该说是很小的部分。哎，你小心，不好意思，我正在采访，这边正在拍，你头不要凑过去。啊，那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现场的一个，没办法展示出来的。你往前面站一点。就是那个，我一起介绍吧。那个就是现场我们那发现的一个，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物，可能大概占我们这个发现总数量的，可能大概1%可能是大概就是这、就是大概300多件的这个文物在这儿，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重要文物，大家可以现场可以看到，有这个金册，有这种这个银锭。而且上面都有一些这个文字记载。现在我们发现的证呢，就是从这个明代中期一直到明代晚期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各个包袱的。这个银锭上呢，也有一些这个文字，比如说这个它的一个这个是哪一个年代的，是哪一年的，然后这个包括是哪一个这个朝代的，比如说是崇祯朝的吗？还是万历朝的吗？还是天启朝的吗？这个银行都有这个详细的一个这个记载，然后还包括这个银锭的这个重量啊，这种大的银锭基本是这个50两啊，相当于现在的1800克左右。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匠人的名字，包括当地的一些这个官员的这个名字啊，就是这个对这个研究明代财政史。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今天展示在现场的就这么多的这文物的话？它是这种官府的居多还是民间的居多，然后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怎么样来辨别？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现场发现的这批文物里面，比如说这个哪种这个数量居多，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摆在这个桌子上的，比如说这个右手边这一半可能就是这个跟这个官府有关的，看到大量的这种库银，然后这些金银首饰呢，可能就是也不是这个寻常百姓吧，大概可能是这种富户的一种，因为它是金银首饰嘛，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可能这个付不起。当然，就是这批文物里面占最大数量最大的，就是这些这个金银首饰是最多的。这是偏大，这是不是也是能从侧面来印证张献忠他屠川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进入四川的过程中间，一定是烧杀抢掠过来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批文物能不能佐证这个张献忠屠川，这个我们现在不能这个下给你一个这个肯定的一个这个答案。就是这批东西，这个文献记载，这个张献忠他到一个地方，他去这个劫掠这个民间的富。但想他也不会去劫掠那种特别普通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金银首饰。我觉得他可能还主要是这类的那个官府，或者是这种那个地方富户，这个应该是他这个主要的一个这个对象。这样的话，他也可以通过有效的这个手段或者时间，达到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至于他这个。说屠杀普通老百姓和他这个抢劫这种金饰有没有一个这个必然的关系？这个我看可能这个不能，自身缺少这样的一个环节，现在还不能判断，也不缺少这样一个环节，因为普通老百姓可能他不会有这种这个金银首饰啊。如果他说他是劫掠户、劫掠官府，这是可以给你肯定答案的，是不是对一般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现在我不能说。在这个现场的话，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古挖掘工作从去年的这个12月。份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有5个月的时间了，3万多件的这个文物出土，确实是一个值得惊喜的这个事态，也是希望您在现场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发现这些文物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这个我们这次这个发现这批文物啊，最大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我们这个证明了张献忠沉银这个传说它是真实的，通过科学考古发掘。把一个这个传说变为了这个现实，这是我们认为我们
这次这个发掘最主要的一个收获。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从现在这批文物看，包罗万象，有这个张献忠本人，也有这个明代这个官府、明代藩王府的，还有一些这个地主富户这些文物，涉及到这个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对于研究明代历史的方方面面，比如财政史、军事史以及这个移民史，这个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现在这种研究刚开始，刚刚起步，资料的这个整理也正在进行中。整理以后，就说这个里面对于这个历史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既然您